范，就讲解这个胎记以及示范这个胎记，是由方副总教练所主持。方副总教练，请。各位嘉宾，那么大家呢，刚才已经观赏过我们太极拳的运动，在这里呢，主办当局呢就要求讲解跟示范一点关于刚才我们所练过的刚才所练过的东西。那么刚才我们练的呢是浑圆站桩，后来是松身无法，那么松身无法后来是转盘运动。那么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它练的是什么东西呢？那么我在这里浅浅薄薄的给大家讲解跟示范一下。那么呢，见效的地方请大家多多原谅大家都看过我们的同学练的是浑圆站桩。那浑圆站桩呢，在最初的时候是昏昏沌沌心事未分的时候，主要呢我们都练静，练了静呢，静不是静到的静是静下来的静。那么用意来引导我们松下来，那么如果能够松下来的话呢，那么就自然沉得下，就自然沉得下。那么刚才各位同学呢都可以看到我们斯斯文文的做这个浑圆站桩 OK。 那么呢我们只简单的做一下。那么呢我们刚才呢就没有念口令，那么其实呢有分在几个阶段的。那么最初的时候呢，我们是初期练的时候是响松，响松，那么响松，那么练松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贯穿起来，贯穿起来。那么我做一个示范那么刚才他们都念从头松到脚底，我们有一个口语化的口令从头松到脚底，当然我们要心灵宁静，要完全符合我们太极拳的道理。那么我们要静下来，用意用气，记得那么当然松是最重要，所以第一个要素是松。那么松的时候我们开始是沉下，是由头松到脚底，然后意念想它呢由脚底脚掌心运上来，经过脚腕、小腿、膝盖、大腿、它的程序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练这样呢？那么练呢，刚才我们是练松，松的时候是怎么样讲呢？松下的时候是开，意开、气开、体开，我们沉下去发劲的时候是意开、气开、体开。那么呢后来呢我们起来的时候呢，那是吸气，是意合、气合、体合，那么都是开合动静阴阳动静开合那么我们就通过老师发明了松身五法跟浑圆站桩那么它就是要我们通过这个简简单单的动作来达到我们练太极拳的目的。那么很简单，一般人呢老师讲都看不起，就讲练一个礼拜练会了，那么呢老师讲呢那个是不只是练一个礼拜，应该练一生一世都练不完。那么他内里呢有不同的那个意境，好像我们写字画画一样。那么呢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呢，不能够知道人家写字的那个意境比如听音乐，如果
我听音乐的话呢，我听到乐和婉转就认为很好了，但是呢其实懂得不多，那么就是我的自己的意境的问题啊。那么呢，我之所以这样解释呢，大家不要误会，不要认为我练得很厉害，没有啊，那只不过是呢通过啊老师的这个教法来促使我们的同学呢都能够练到太极拳。很可能我很蠢，那么就练不到，那么讲出来的话以后呢，那么其他聪明的同学呢吸收了以后，他比我们更苦心，更有恒心，更有戒心的练的话呢，那么会练得更好啊。好了，那么我们就是这意思，就是讲呢，我们没有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藏起来啊，那么呢都公诸大家。 OK， 好了，那么我们是一开七开几开相同的，我们如果这样能下一开七开几开呢，那么如果我们降战照样一开七开几开啊，人成下，那么人成下了以后呢，我们不受力，刚才我们也解释过不受力，不受力，那么受力的话，大支是小支，大力是小力，不受力没有啊。那么我们都有一句话，射中阴杠吹，对不对？指中阴杠吹，射射与柔存，就是我们的牙齿跟舌头，你们有没有看过牙齿断的啊？不，有没有看过舌头断的？都是牙齿，是吗？啊，因为我们的舌头软，咬它的时候它会闪避，那是啊柔克刚的故意的道理，也是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又柔又软，松到通明的话呢，那么怎么样呢？那么好了，来了。当然，我们不能够就单以松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也这样练到了降头降松降松，不能。那么我们先大松大软了以后呢，大松大软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学到灵敏轻灵通透。怎么样练大松大软呢？就是我们松浑圆站桩，沉下来的时候也是浑圆站桩，我们进步的时候也浑圆站桩，那么就把这个简单的动作灌输进我们所有的架势的拳架里面，那么是体是太极的根本。所以讲，如果我们舍本求末呢，不去练松呢，那么好了，怎么样呢？只往技术方面发展呢，那么体就不松，所以讲呢，很难达到太极拳的道理。那么练松了以后，身体不这里啊，身体都不这里的，松柔软的啊，都很松很柔很软，不受力的。那么我们怎样练松练柔呢？很可能大家误会，为什么练得这么慢呢？啊，我在西马上课的时候有人问我，他讲你们叫我一天24小时的放松，那么我去个塑胶也放松，本来我一个小时各300克数，现在我一个小时才各50克，那么为什么呢？一直松都可以吗？不是。那么我们通过松来达成我们太极拳的机理要求，那么用的时候是绝对的快的柔的，好像橡根啊，它柔快才能够反射快。如果是棍来讲，你拿一条棍你拿它起来，它可以反弹的，那是硬。 OK， 我们怎样练松呢？好，我们立刻去松啊，来，我们怎么样练松呢？比如我们练任何一个，你看啊，我们练任何一个动作都以松跟轻，那么这怎么样能用呢？好，怎么样能够用呢？这是开的啊，等下我们都有报告，沉都松松，我们当然不能只是降松，不能降松，不能降松，我们整体的松，对吧？好了，那么我们做最初的做的时候是怎么样？
很小，你也做得多也好。当然，人家讲如果做得多不是很吃亏，对吗？很吃亏，你已经做到无可做，我推一推你就倒了，那是练习，那是对的。我们宁可跌的对，不要胜的错。如果我们练白出力把它推倒，那不是太极拳。刚才我们有讲的，啊，不是太极拳啊。我们宁可错的对，不要胜的错。啊，好了，那么经过松的锻炼之后，柔的锻炼之后啊，都柔，很均匀，很柔，对吧？到了柔均匀，都放松，都放松。放松了以后的时候，闪到不能够再为主。那么好了，那么我们如果他立立来怎么办呢？有场他立立来，我们也这么这样说吗？是吗？啊，立立来怎么立立来怎么办呢？我们开喝，对吧？是快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跟刚才我所讲的他各束脚的时候也用这个松来慢慢各啊。啊，那个训练跟技术是两回事，那么要把它融会贯通了以后串通来用。那么我们老师呢都为了认为大家呢贪功，所以绝对不讲技术，听话做人的道理，那是苦心他，对吧？好了，那么今天我来接受训练班也是松针五化，明天又要下次再来也是练它，是有原因啊，你们有练到啊，就是练到了，不是没有，有，就是意境的问题。所以呢，老师都注重在体啊，都注重体。我们放松的时候都松啊，松，舍完全都是舍己从人啊，沉下都松。那么你们会讲，好了，如果他不出力，如果他出力了怎么办呢？对吗？放松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身体是空虚的。那是文言站桩，那么我们讲一个文言站桩，我们沉下去，好，我们沉下去。那么如果是讲他出出力力推来怎么办呢？如果我出力，我受力的话，你出力推来，出力，出力，这样来斗，痛得要死要命。他的摸，他的阴茎可以力部拿起来。如果我们不出力不受力怎么办呢？他按我的手怎么办呢？你出力，哎，这是吗？完全不受力，我们在这里不受力，你们吗？你看高，你看他重吗？那么我们没有这个身体前倾，没有降，降出不到力啊。好了，那么就是我们文言站桩的作用。那么我们文言站桩，它下来的时候，你看，在这个过程之中怎么样呢？你放慢慢啊，你看，在这个过程之中是怎么样？我沉下来，从这里过，你看，沉下来，从这里过，那么看不见。是怎么看不见？我们最初的时候做看得见，全部看得见，放松，再放松，意念弹起来，再起来，再起来，再起来，跨不起。他没有讲，人起来之后呢，降起来没有？看好，人沉下，再沉下，再沉下，要静，沉到脚底，一到气到，然后反弹起来，插进地上。那么下面跟上面分开来，上花下 OK， 没有怎么样呢？没有我弓腿的时候这样呢，怎么样？这样弓腿后进起，那么这个这样扣掉了啊。最简单，我们做建筑，那么我们开始做柱子的时候，一条柱子拿起来的时候用什么方法给它弄稳它呢？那个三角啊，两个等腰三角啊。好了，我们的三角当然也不用力啊，力没有弹力啊。那么练到你的意境，沉下起来，沉下起来。那么谁的意愿深的话呢，那么就能够得到它的好处。那么好讲，所以讲练魂岩站桩不要看轻它，只是这么松松的练，松松的练。那么呢，它的作用是在练体，
完全练体，对吧？完全练体，不是练肉。那么体稍微有成的时候，啊，那么呢，就会落地生根，不是扎根，不是这样扎住，不是这里这里推进来，这里这样，啊啊，那么就是扎根。所以我们扎的根是怎么样呢？是和松稳，不受力。如果受力的话呢？如果受力的话呢？你看，如果受力的话，大家斗啊，对吧？我只不过是练久一点，让你来受力的时候练久一点，出力是练斗啊，对吧？练斗，我们不是练斗。你来的时候，哎，人家马没有走啊，没有讲，没有来了这里走，我摘这样没有啊？那么就是这是出力。那么所以我们做一个比较，用力是怎么样呢？用力是怎么样呢？啊，那么就做一个比较。那么当然我功力不是这样厉害啊，啊，我们就叫他做八杆好了啊。啊，那么呢，如果是放松的话呢，我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我只是固住沉下，你吹来，出力，出力，吹来，吹来，吹来，没有动啊，不用动，人沉下，意念，那么沉肩，你看啊，沉下。意念从脚底来，然后呢，经过脚腕上来，上来之后沉肩坠肘，刚刚吹出气是松松的，沉下吹出气是松松的，所以我们练的时候是练身退手不退啊，但是那是练架势的事啊。好了，像我们已经讲解过刚才松身话里面的，还没有练之前呢，文言站桩。你讲过，那么松身五化，那么又是什么呢？那么第一招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我们也用松身五化来练太极拳，没有讲我要练松身五化地板，所以用浑圆站桩来练太极拳，我们没有讲怎么样呢？这样蹲下来，这样起来，一二一二一，那个就讲不假思索的动，我们要用意念松来引导动，很久时间。那么我们沉下了以后，我们要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沉下，那是绝对的道理，没有沉下不会起来。所以讲我们锻炼的时候是先沉下，然后从地上把它借起来，借起来的时候人体沉下，一二一二一，腰胯转，那么人沉，腰胯转，再转，沉下。那么我们到中间的时候，转到最终的时候，人就起来。好，我们再沉下。好，到这里的时候，转到最终的时候，有起有落的。那么就是利用一起一落来造成你的一动一静一松一沉。那么呢，我们要不要哎，那么我们这个那我们这个松身五化第一式是什么呢？我们不怪是，你看啊，这是开一开七开几开，一合七合几合，一开七开几开，一合七合几合，对吧？不论它推过来也好，对吧？推过来也好，都是一开，我们都是一开啊，都一开，非常的快。那么你看我做慢一个动作，你看我迎上去，我过，这是松身第一次沉了。要不然它靠过来的时候我就完了，对不对啊？要不然它靠过来，靠过来，如果不是我松的时候，那么就是一定是重啊。那么我们这当然是清零贯穿，这是松身第一次啊，意念。那么他出锤的时候呢？他出锤我已经出了，他出锤的时候我已经出了啊，我没有讲到他出锤来的时候，他出锤来，不，他没有到他出锤来的时候我不退出来，出力出力，这是浑圆站桩，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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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讲
当你身体重的时候沉下就不会，如果我万一如果乱动的话，那么就意不进，不能够沉下来，那是凯赫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凯赫，凯赫，我们将用运到手指是松的，完全松的。那么我们转身的时候下来的时候沉下起又是松的，那么松可以用，松可以用到后来可以用啊，啊可以用。那么松身第二次，那么我们松身第二次来讲是什么呢？对吗？海部外是凯赫啊。不过松身第二次里面有一样老师特别强调的，强调的什么呢？好，我们沉下，一拍气拍底拍，然后下一不动，下三四二不动，三三四一不动，下三四二不动，三三四停。好了，这是中中的做法，中中的做法最慢的就是这样做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下来的时候一不动，下三四二不动，上三四不动呢，再转换。记得什么转换呢？不动，动作断，意念不断。当我们沉下去的时候呢，它要起来的时候呢，它是转上来的，动作停了，动作停了，意念转上来啊。那么这个一这个动作断，静那个力断，那个一不断，不断。好了，那么这是最强调。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开合都是做它，像我们普通来讲，我们做开合的时候，你看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开按按中间，不是按中间，你看我们开开按中间，按中间合，这是开合，这是全部开合，这是全部都是开跟合。你看我开，你看合一样，对吧？开跟合都一样。那么在哪里呢？那么我们要拿捏的准啊，那是要拿捏的准啊。那么要拿捏的准。那么好了，第二次的作用呢，也不外乎这样，不过里面大概还有很多细节啊。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我们做交叉镜，做交叉镜呢，人沉下。第二次啊，第三次啊，人沉下。那么做左脚的时候右手出，做右脚的时候左手出，一二一二，摸着头有几乱，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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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卡，这是交叉。当我们做左脚的时候右手出，有一念有，不是出完，出完没有啊，都到了，人家退回来了啊。那么意念有，那么在这里的时候，这里出，沉下。那么当然我们要靠松才可以啊，都要靠松。那么松的时候，我们做到顶头，你看，沉下。你看，当他推我的时候，你看，你推我的身体，你看我顶。啊，你看我在这里的时候，你看我的身体很俊，我坐下。那么地在哪里呢？意念在这里。所以讲我过的时候我一，因为你看我的手在原来的地方，一二，你看对，你看他手在原来的地方，他不知道啊。所以讲这种关键完全要松到透，就是讲身退手不对，身退手不对在这里啊，身退手不对啊。所以上身的上三件，肩膀的上三件松到完，好了。那么在用的时候看不见，看不见啊。所以我们打到你头的时候，你看我沉下，这样的，我腰胯转，我你看按来，我腰胯转，你看不到啊。如果他身体弓我的话，你腰胯转他弓到，对吧？啊，
好了，所以这是交叉。那么过来我们是开合啊，也是开合分层。我们沉降的时候，沉降脚底，好几，好，逐步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看，一开，气开，底开，一合，气合，底合，沉下，胸下，一开，气开，底开，沉下，一合，气合。很均匀的沉下，沉落脚底还是很均匀的，开始有动，后来不动。你看，人沉下，这是水，好，人起来是火，火也在这里啊，金木水火土，水火土啊。我们开的时候是沉下，化是水，化是水，这里是火。那么你看我的肩膀，你看，你摸我肩膀，我们沉下来，开对吗？沉下，开沉下，好，你看，我们起，肩膀也要下，那个是肩椎肘，肘推手，啊，肩椎肘推手。那么我们这样下的时候，沉下，后进起，对吧？沉下，那么好像。当他推我的时候呢，那么我会有弹有化有发的作用啊，你看，我有化跟发的作用，看到啊，慢慢的啊，现在不发了，你看，我做的时候我化发，如果我是讲做的时候你推来我推进，那是出力两个相对啊，没有化，不过老师做的时候化你看不见，在里面的话，好，我们化。拿到刚刚那个时间，当他的手，你看他出到这样，我来不及了，一半啊，你看他，一半，你看，啊，你看我借我发刚刚一半，那个时间算得很准，那么要怎么样才算得准呢？一定要松，要轻，沉下，刚刚在一半，那么一半的时候你要沉下去啊，如果一半不沉不能啊。一半不成不能，啊，如果不能的话就变成这样，对，注意啊，那是秤，用脚秤啊，啊，你看用脚秤啊，你看我这样是用脚秤啊，不能啊，他的机势胜我啊，你再推来，机势胜我啊，他前倾啊，来，你看收尾，收尾，来，对，突出，你看他时间差得很远，刚才是在这里。对吧，你收尾，我带就刚刚出好，但是要练得够松才能够，但是如果是水来练的时候想要快快练到挂人家呢，一定不成功，看谁吃的亏，谁吃的亏，为什么他推我的时候，为什么他推我的时候，你看看到吗，看他推我的时候会下气呢，你看用得很巧妙啊，如果我这样，你看他这样，他这里下下下一定的啊，我转沉一定下，那是松灵啊，松灵啊，对吧，啊，那么我们当然没有把他接近，没有把他给他推到啊，没有啊，没有给他推到啊，没有给他推到，那么好了，我们来的时候你看我移出力，没有给他吹到，啊，你看你沉下，哎，一定。那么我们打是打他动的时候，不是打他站得稳的时候。OK， 好，那么我们是讲开跟合，马步一定要稳，一定要稳啊。我们沉下去的时候是沉，对啊，啊，那么我们练的时候是要松，很细啊，也松也好。他推我的时候有没有顶过你？这样顶有吗？啊，你看再来，你这样推我，你推有没有顶？那我也不定啊。你推来看，没，啊，这样也不一定啊。没有，你推他有没有顶过你？没有啊。你收回去的时候有没有？那么就是什么？就是轻跟零，沉下没有抓到，没有啊，对吧？啊，你下来的时候没有啊。
那就是什么？是放松啊，清明，你往哪里的手？哎，快呀、啊，就是松，对吧？我们的手要松，一定是松。如果我们的手不松，不能变化的，给它压死了，压得死死啊！你拿一开，我一拿走你就推着，我一拿走给它推到了，对吧？你看我拿走有吗？没有啊，没有。好了，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松身第五，开合时间。好，还有那个距离都要算得准。除了松之外呢，我们还要算得很准，算得非常的准。如果算得不准的话呢，不行。那么好了，松身第五的话呢，那么我们刚才都做过了啊。好，我们人沉下，我们有一个口令：沉下，沉下，再沉下，再沉下，再沉下，沉落脚底，膝盖埋到脚尖，再沉下，后劲结上。没有讲，沉下，没有讲啊，这样那马错掉了啊，没有讲啊。那么去阻止我们的时候，一定有沉下，弓腿啊，后劲起。那么我们退的时候，退，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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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再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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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够位的啊！这个脚好像要断了，练的时候啊，那是苦练啊，这是苦练。如果我练弓腿坐腿，哎呀，三下痛了，我站起来了，当然练不到了啊。那么我讲讲骨性跟恒心啊，对吧？骨性。那么我们，你看啊，我们的脚尖起来的时候，你看沉下，沉下。再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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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到脚尖拉起来，不是沉到一、二、三，沉到脚尖拉起来一个跷跷板，因为你这里下了，那边拉，那边长了，短了啊，短了的时候它自己回，回的时候松下收回来，松下收过去，一个脚也可以站。那么功力高的同学，你可以来试验。那么呢，一个脚也能站，你整个来推都不要紧了啊。那么就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看，如果他推的时候呢，如果你意念沉，你接着会放松，沉下，对。你看，沉下一个脚啊，这是什么？你看。一二三，对，一个脚啊，那么就是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发生你能不能在那个时候跌下去，不是出力，不是那个时候，好不好？好，过来呢，问嘉宾，那么呢还有一样，就是讲呢，我们的前倾啊一下，刚才的转盘。对吧？孩子练的，那么好了，那么我们有三样要练的。第一样是什么呢？动者恒动，静者恒静的道理。另外一样，莫转心不转的道理。第三，练我们内功跟气功。什么叫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呢？好，就这样。这个呢，能够使到我们的内脏有活动，不随意激变成随意激。那么当我们的人这样转的时候，当我们内脏跟身体分开的时候，我们静下来一定要松啊。如果你不松，那么内脏跟身体分不开啊，分不开。那么内脏跟身体分开的时候，你身体转的时候呢，里面的转得慢。当你转过右边，它在左边的一半，当你转过左边来，它踩到右边，变成怎样？里面跟外面相反。好了，那么我们的内脏跟其他的动物，狗、老虎其他不同。那么老虎是怎样呢？老虎的内脏
吊住的，它的是四角拔的，还有一条脊椎骨，那么内脏挂住的，那么它不能连接，不会连接起来。那么我们的内脏是上面那个五行，啊，我们讲的面体的分五行，那么压住，没有机会动。那么我们的内功就是这样，给它磨大。当然我们要说啊，若你不止筋紧不能够，啊，那个是对我们健康有莫大好处的，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好了，那么我们天地万物是从静里面发生的，静气生动啊。我们以前天地未开的时候呢，最初是有一股中和之气啊，那么呢，然后呢，从我们静的时候，那个静气生动，那么我们最静的时候它发生动，不是一来就降摆啊，开始是开始一来就摆，开始一来就摆啊，但是练金表的时候不是一来就摆的哦，那么你想想到它呢，松完的时候，再松完的时候，它里面发生动，相反动，不是，这是不是人为，不是降气转，降转，最初的时候是，但是后来没有啊，啊，没有的时候，那么就放松了，放松了的时候，那么我们有内气啊，啊，对啊，啊，那么以后就变成内功气功，慢慢就变成内功气功，开始就是小小力，那么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降转的时候呢，我一、二，开始是松松啊，一、二，松的，一。中，记住中啊，莫转其不转就是中，莫转其不转，严格讲起来是丹田不转。那么呢，我们练久了以后呢，就有这个感觉了。麻烦你。那么好了，如果你练惯了一道。气道啊，一道七个气在里面呢，也气在里面呢，对啊，两没有，不用动的，不用出出力力，不用吃药，太极就是这个好处，不用吃药，如果吃药可以，那三个月的时候也可以过啊，不用吃药，不用练，不用。那么呢，不论他呢怎么样大力喊来呢，那都是不要紧。一，出力，所以讲不用功的啊，不用功啊，他吹来的时候，你看对准他，你看吹来，一、二、三。很准，要他的拳到我的肚子的时候，我不怕打，在那个时间他虚了才打得他电，要不然他顶住不一点。所以讲是不是要风铃虚铃？啊，各位嘉宾，今天我在这里献了丑啊，但是回去绝对不要跟我宣传，其实是假的，啊，假的啊，其实假的，不过我只是解释一下而已，千万不要跟我宣传，如果跟我宣传的时候就地人多了啊。这是假的。那么呢，我们要好好的练，我自己练不到呢，我就希望聪明的同学都练到。好，今天呢我的讲解呢到此为止，好，再有机会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